幸运而并不多，若然未当过就知我为何用十倍苦心都得出一个。正常人够我负二论成魔，就会讲，但是无人来。我期待到无奈，有话要讲，得不到装载。我的心情又像樽盖，等被揭开，嘴巴却在仰青苔。人潮内越文静，越变得不受理睬，自己要搞出意外。那年十八，无后无悔，残像如流落。那时候我暗里发誓，各位必须看到我。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，屋村你住哪一座？情爱中、工作中、守过的忽视太多，自尊已饱经。纵是能自讨爱，未曾获得过，便知我为何大动作很多，犯下这些错。旁人们看看我，算病太多。你叫我做浮夸吧，夸张只因我很怕，似木头似石头的话，得到注意吗？其实怕被忘记，脂肪带来烟霸，很不安怎去优雅，世上还餐中沉默吗？不够爆炸，爆炸怎么有话题？让我夸做大娱乐家，掌声送给陈小春、张智霖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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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玩的太猛了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真的是非常艺术性的表演，而且他们两位表演得特别好，他们很能把这种戏剧的张力给发挥得很大。
春哥跟志玲哥他们真的可以为了艺术不顾形象，然后把头发剪成那个样子，这个艺术作品很成功。我能感受到他们开始前的压力和紧张度，因为这个是没有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，只有一次，所以完全用表演的形式发泄出来了在这个浮夸的情绪。最后那个镜头抓到了小春哥的眼睛和志玲哥的嘴巴，反过来志玲哥的眼睛和小春哥唱的嘴巴，因为两个人的情绪表达是不一样，这一个画面一配起来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感染力，就是那个点是触碰到我了。掌声送给浮夸。小帅哥怎么我觉得抛弃掉面子，把自己真实的那面展现出来，有时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很难的事儿。但春哥、志玲哥他们在做舞台和什么的那种认真、那种坚韧、那种牺牲、那种较劲，这种精神是真的很值得我学习和敬佩。这简直就是一个人修合一的一个演出，你需要一种勇气跟一种的霸气。在舞台上是一个忘我的境界才能做得出来，所以我对这两位哥哥非常的敬佩。这个毕竟我们去年到今年经过了那么多的舞台，也碰到过那么优秀的，把人没试过这种表演方法，把所有三千樊老师把它弄了吧。对这个志玲哥也讲一讲吗？我爱你。我很幸运，也很开心能够这次再来，然后跟两位哥哥一直披荆斩棘，为了这个舞台的创意，是他们为了艺术是真的会把自己的一切会放进去的这两个人，很棒，你们今天做到了，真的。因为我们这次来刚开始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我们一直不知道这次来的意义是什么，直到我们一步一步走到现在，看到这样的一个舞台，看到了非常爷们儿的两个男人，我们大家给他掌声好不好？